和张二蔫儿吧喝多了，唱得真好。可谁能想到出那种笑事儿啊？这里不是有猎人吗？人呢？老石头让老虎给祸害死了。赵大虎，用不用我哥宋老刁好好跟你爹唠唠吧？我老爹造了什么恶念，至于被老虎吃？二爷，就指着您能帮我们了。我就知道老林子的畜生太惜命，哼，不把他惹急了，都是躲着人。这村子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二爷啊，救救孩子吧，二爷！太晚了，你坏了老林子的规矩。传说这村子里的人得罪了了不得的东西。村子里的人和畜生死得不明不白的。杀人！杀人！这村子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书上说，被老虎吃掉的人会变成伥鬼，伥鬼想要逃生，就只能再勾引人过来给老虎吃掉。二爷，还请您主持公道啊！太晚了。我们不是杀人啊！原来你们才是为虎作伥。在这儿，不是我杀人，就是被人杀。回头是岸吧。恶就是恶，早晚会有报应。爹！是不是给你太多脸了，你个臭大脸的！别逼我！